花獎咧，喺中國裏邊係最高一個舞蹈比賽嘅項目嚟嘅。咁好多啲舞蹈家咧，佢哋都好中意同埋樂意參與呢個比賽，佢哋要求好高嘅。咁佢哋嘅比賽裏邊有單項嘅比賽啦，有雙人舞、單人舞、三人舞、群舞嘅比賽。佢包括個舞類好廣嘅，有民族民間舞啦，亦都有芭蕾舞啊等等嘅舞蹈嘅比賽。個水平每年都好精彩，好高水平嘅。因為佢哋喺國內比賽嘅，咁好少過嚟呢邊展演嘅。今次我哋呢個舞蹈博覽呢個項目裏邊咧，就邀請咗佢哋嚟參加我哋嘅演出。得到舞蹈家、中國舞蹈家嘅支持啊，同埋信任咧，佢哋都派咗七個隊伍嚟。佢表演嘅身段啊、演員嗰個投入感啊、技巧啊、技術啊、音樂等等嘅舞蹈嘅一系列嘅嘢都可以睇到，從佢哋表演嘅舞蹈裏邊體現出嚟咯。佢水平好高。大家香港人可以多啲睇下佢哋嘅水平同埋學習。咁如果人嘅即思想啊，或者嗰、那個感覺好似一陣風咁樣，可以自由咁去飄動咧，係一個點樣嘅境界呢？先我真係多謝武總嘅，咁俾一個咁嘅機會我哋啦，咁有一個咁嘅平台。咁等我哋再即係重遇翻呢只舞啦。咁我自己嘅感覺就好似同一個舊朋友再重新去即係相遇啊咁樣。